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信息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水是开的吗？是开的，内湖。 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，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？问问他到哪儿了。肯定在回来的路上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怎么了？老是反反复复的问。不问怎么了？科技股、医药股，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。老了生日都不回来。哎呀，亲哥，李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。谢谢啊。 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。哎哎哎哎，哇哇，你这么凉啊！不光手凉，我腿还哆嗦呢。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，不回家，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我们的关系。那你要是真的担心，就算了吧。 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，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。哎，周导，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？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，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不是那意思。我去，大姨，哎呀，这咋的？我哭了，死你了！小姐，大妈，大姐。 我不提了，谁提了啊？你他们娘俩负责貌美如花，我就是吐苦力。姐，你真闲了。妈，来了，姐，你也不过来，你怎么了？忙活一下我们。哎，姐夫，有钱有闲。我本来想早点过来，但是楼下，哎，大磊，赶紧去停车，楼下的堆了，我们那车堵在楼下呢，没车位，根本就。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，你还用得着开车吗？哎，姐，我就闲了。 这不是在柜子里吗？你帮我拿一下呗。哎呀，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呢。<笑>我真觉得太紧了，我哈不下腰去。从小就是这样，为了美呀不怕受罪。<笑>哎，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。我不染，你去吧，染了多好看。妈，你看，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？娜娜给买的。哎呦，真好，好久没穿红色的了。大姐夫，过年好啊。 嗯，一锦呢？一锦，小李啊，您两个呀，八字不合，命里带灾呀。哎，咱有办法。
跨过火盆啊，去去邪气，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。奶奶，你让我问义姐的生日，就是为了干这个。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，义姐，咱们清楚。哎哎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让我们进，不行不行！您就让我们进个天气这么冷，到时候那感冒了。不要紧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。 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吗？行，就快快火盆吧。我快。妈，娜娜考上博士了，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。哎呦，我乔海云的外孙女。 考什么第一不应该？妈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，最难的专业，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呢，招生可是万里挑一。咱娜娜就是第一。<笑>娜娜，哎，恭喜你啊！比我们家李怡锦强多了，她要是有你一半，我就烧高香了，省大钱了。有娜娜省啥心啊？从小就不好好上学，没见过她正经做过功课。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？小姨到哪儿了？能管着吗？她忙忙叨叨的，谁也不知道，抓不住她的节奏。关键是伊锦到哪儿了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她这年底了，单位忙。那怎么了？ 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？对呀，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。伊锦呐，最贴心了，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，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。你喝茶正好喝，快把它喝了。奶奶，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？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，人大仙说了。 今天不回去过年啊，我回周到，回他老家了。哎呦，姐，啊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坐坐坐坐。已经去周到家了。待会儿跟我妈解释解释，没事。嗯。大姨，别生气了，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她发朋友圈了。 是不是分组了？朋友圈？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啊？明伟啊，你又怎么逼孩子了？弄得家都不敢回。我没逼他，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，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？你肯定骂他了，要不然呢不回家。 我是他妈，我骂他几句怎么了？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是不是就是骂了？这我跟你说，孩子从小就是这样。你多说他两句呀，他就不说话了，然后他就躲出去了。这回倒好了，你这一骂，年也不过了，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。我哎，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那个粥什么？
周到，怎么回事？周到是他男朋友。哎，周到跟他好，我不同意。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，你说这多可笑啊！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，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。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，这个周到他爸是干什么的，妈是干什么的？哎，说都不敢跟义锦说，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，李锦一无所知。 好，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，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？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的记？哎呦，你这话，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，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，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。哎，你们呐，真是。 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，你得把人呐叫回家里看一看，他人好不好，这都好，孩子都不回来了，年也不过了，行了，他不回来呀，年不过了，我这生日也不过了。哎妈，哎呀，别生气呀，老妈，你别这，哎呦，您的心脏吱吱劲儿呢，我去拿药，快要拿什么药？真是的，我不吃药，我不吃不吃，过年的吃什么药？ 那您喝口水，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呀，不喝不喝，放那儿。姥姥，你消消气吧。你看，我都考上博士了，我在这陪你还不行吗？就是，娜娜多乖。小姨回来了，小姨，菜来了。 姑娘，快点吧！老妹子厨艺是好啊，你俩还疯着玩着下来，吃饭了，该吃饭。哦，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那哪能自己来呢？来，大姑娘马上出锅。来，哎，大姑，我来到。行。今天啊，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，还带了对象来啊。 我挺高兴的，大伙儿随意。这咋说的呢？哪能随意呢？这可是咱们周到第一次带对象回来，那咱们得隆重点，得重视点。来，大姑敬你一杯。来，这边，来，欢迎欢迎，他胃不舒服，他胃不舒服。看你这大孙子，都知道心疼人了，都是长大了。谢谢姑，来吧，喝多少？去车站接你们。哎。 大姐，嗯，新年快乐！哎呦，我的呀，那肯定的。哇，妈，看，这我们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嘛。本来，哎，喜欢吗？好看，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。姐，一锦到底怎么了？ 哎呀，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，不提他，提他我都火冒三丈。哎呀，大过年的你别生气。再说了，一锦也不小了，都成年了，你也别管那么多啊。嗯，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。好。爷爷奶奶，这是我送给你们的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哎呀，一个是按摩仪，还有一对护膝。 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，爷爷的膝盖不舒服，特意买的。可以的呀，人家发礼物，你有点大姑，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。哎呀，过分了啊！姑父，这是给您的酒。谢谢谢谢。嗯，谢谢啊。来吧，谢谢。来，这是你们俩的玩具。回家的钱啊，这是送你的。那谢谢啊。 哎，你得记得经常嘱咐啊，这玩意儿干。走，谢，我成功了。周到，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。谁叫你提这个丧母星的？谁给你的胆儿？你滚！这个家不欢迎你。来你们家办事去。妈，你咋的？你看看，你一来就出事儿。没事吧？我看你也是个丧母星。走，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。 爷爷，你别说了，你敢跟你爷爷顶嘴！周到，你还愣着干啥呢？快点扶奶去医院呢，这孩子这么犟呢！快点！你个小混蛋，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，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，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。周到，快点！
你在家吧，啊！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。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，妈妈为你骄傲。那我还有我，还有你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二姐，那么多菜呢，堵不上你的嘴。哎呀，这不是，是什么？娜娜和一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，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。哎，现在娜娜超过你喽。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，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对吧，娜娜？ 你要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我没显摆，高兴吗？二姐，菜都快凉了，别老说，赶紧吃一口，吃个黄瓜。嗯，来，你也吃点虾。你最近上火，别吃那个油炸的啊。行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好，来点这个，这个不用剥皮儿啊，高蛋白。 蛋糕钱，哦，妈妈帮我挪个。哎，吃这个？哎呀，虾仁儿，好。嗯。哎，疼一下，疼一下，一下疼一下。蛋糕来喽，妈，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。哦，看喜不喜欢啊？哎，噔噔噔，好好看，真喜庆。球球，妈，球球，别玩了，起来了，球球来。 大哥，出来出来出来！大哥，姥姥吃一蜡烛，切蛋糕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怎么了？可真是大了，不轻。哎呦，声那么大，我都听见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姥姥。嗯，我头扛撞。哎呦呦呦！可把姥姥疼死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我来拍个视频。嗯，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吧。来来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别拍了吧，合影就别拍了，咱人也不齐。妈，没事儿，那个，要不然这样吧，等一锦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，哈。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，我们都没有？球球。 因为在这个家里啊，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？好，吃蛋糕啊！我听说你会劈呀。吃蛋糕。哦，好，吃蛋糕。好，吃蛋糕来。切了吧，切了吧。哎，妈，先把蜡烛吹了吧。哦，好嘞。吹了再切。妈，许个愿。好。哎。 别切了吧，二姐，我先来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切的。等等，你说一锦平常老老实实的那么乖巧的一孩子，怎么今年说不回来就不回来，一声不吭的？这大过年的，别老玩手机，头该晕了。妈，我们几个新考进的博士都被导师拉进大群了。哎，我燕子哥在里面。你那个男神啊？ 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，我们只能半夜聊，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。我告诉你啊，女孩不能太主动，男孩该珍惜你了。上高中就喜欢他，哎呦，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。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？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，这女孩子说到女孩子的事儿，人家自己有主意，你少管。嗯。 建议吧，娜娜，嗯，你真那么喜欢小姨给你那双鞋啊？嗯，那可是最新款。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？我肯。
肯定喜欢你那双呀。那我不建议穿，我不舍得穿呢。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？不知道了吧？去年我生日，我妈还送我一包呢。啊？什么包啊？贵吗？贵啊，那个10000多呢。娜娜，你赶紧的给易锦发微信，别真出事儿了。你看他到底在哪儿？他不是在那个周导家吗？嗯，别老玩手机啊！哦，晚安吧。哦，晚安。孟晚清，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？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？哪儿来的？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，我先把里面这电热毯插上。回房间？那你快点啊，我先洗澡。
还知道这是你家呀？跟个木头似的站在那儿，在自己家里还得我说请啊？吃慢点啊，这里面的黑羊沙烫。吃那么快干嘛呀？又没人跟你抢。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。妈，对不起。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。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，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。我骂你了吗？我什么时候骂你了？没有。妈，太甜了，我不想吃了，我去收拾行李。行啊你，长本事了。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，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，跟周道学的吧。我本来就不爱吃汤圆。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？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，你这性格都变了。这跟周道没有关系。妈，你要是心里有气，你就打我吧，我不躲。你宁可挨打，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。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？人嫌弃你了吧？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。分手了，真分手了。你别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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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一回也不信，说一百回分一百回，一次也没成功过。爸，回来了。这次你和周道回老家，他们家条件怎么样？这孩子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小汤圆，你给我盛一碗。什么神经啊！老婆，昨晚你跑闺女房里待那么久，回来我都睡着了。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交流。去去去！哎呦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啊！我给女儿做饭去。哎呀，你躺着。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？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，快！哎呀，老婆，咱们说好的啊，
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，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。哎呀，老婆，咱俩是夫妻，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哎，老婆，老婆，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。你觉得我还会信吗？骗我多少次了？你这么大声，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？你别不要脸啊！拿女儿说事儿，咱俩是夫妻，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？来，哎呀，这口袋里你干什么你？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！来来来来，什么呀？我怎么？不行了，我这男人的精力这偶尔不济，这是很正常的嘛，时而行时而不行。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！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？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，你去过吗？你要去早好了。起来。你是嫌弃我了？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。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？你啥意思？你后悔了？后悔，特别后悔。好啊，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。孟晚清，终于承认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昨晚那包咋回事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什么包？昨晚那包，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？你神经病吧，陶大雷？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？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，你为这家做过什么？你给我买过包吗？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，你爱信不信。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？起来，我懒得跟你解释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，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，但我妈的坟，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。没钱，去年刚修的，今年又修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。你会没钱？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？你这是不孝。什么叫孝？你告诉我什么叫孝？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，人死了你在那笑笑笑笑给谁看呀你？你妈怎么对我的？我怎么对你妈的？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。给我。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，有的时候你怎么对？哎妈，你要醒了。啊，醒了醒了，醒了，娜娜。等一下啊。哎呀，还哪家有这个？哎呀，你能不能别捣乱了？哎呀，这。来了来了，娜娜。娜娜，哎，娜娜，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啊，你们没事吧？怎么吵起来了？没有，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，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，我说那个不干净，特别脏，所以就吵了两句。哦，你让闺女说说，反正我现在说不过她，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。哎呀，这点事有什么可吵的？我只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。那也行啊，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，妈带你去买点东西，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？广切，知道什么呀？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，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，还有打折呢。走，咱换衣服去，妈给你挑衣服。好，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，让他等着。啊，我也得去拜年的啊，真能编。你们慢慢下啊，我先把行李放车里。哦，慢点。哎，球球你好好走路。哎，妈，哎，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。咱换个有电梯的，出入方便啊。哎呀，没事啊，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。现在方便，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。哎呀，将来再说将来的，这不现在挺方便的。姥姥，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？
住别墅，泡温泉。好啊，我跟球球学滑雪去。姥姥再见。哎，行了，回去吧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走了。秋夏，哎，妈，哎，他们姐儿三个呀，我就放心你们。嗨，大姐、二姐家都挺好的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。好，李安呢，事业、工作都不错，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。其实啊，是他多担待点我。哦，好。好，妈，那我们走了啊，您上楼慢点哈。哎哎哎，好啊。球球，跟姥姥说再见。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哎，听妈妈话。过了这个路口，靠边停一下。不是说到高铁站吗？啊，你把他们送到高铁站，我下车。啊，好好好。谢谢你啊，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，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。不用谢，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。我也挺开心的，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，下个月归你。嗯，我想说，你要是这么忙的话，你让他跟着我也行。你是怕我照顾不了他吗？不是，没这意思。你看啊，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，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。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？哎，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？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，开心就好嘛。我妈妈醒了，他爸爸说再见。爸爸爸爸。哎，爸爸，我们开学见哦。好，还没睡醒呢，行了，继续睡吧。行，那你自己慢点啊。好，嗯，有事打电话。好嘞，再见。嗯，球球，听妈妈话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好，师傅走吧。姥姥，对不起。我呀，老了，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，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。你今年不回来过年，把你妈吓得够呛。你小姨呢？来去匆匆，带着球球一早就走了。喏，那最后一次，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？保证不会再了。你妈骂你了？你觉得呢？她不骂我，她还说我骂我。是关心你，怎么样了？跟那个男朋友？就那样。哎呦，什么叫就那样啊？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哥，我也不问了，不管了。不过呀，今年
是给他个面子。你得跟他说，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。他要是问，你就跟他说，这是我姥姥说的。嗯，